一天，戴夫和植物们正在晒太阳，不过好景不长，突然出现了一只蹦极僵尸，偷走了戴夫。植物们找了很久，最后发现戴夫被加冈特尔抓走了。而要想拯救戴夫，必须打败大胃王普通僵尸、巨型戴夫小鬼僵尸、会无限跳的钻石撑杆僵尸、走路自带冰道的宝藏僵王、可以砸扁全屏植物的加冈特尔。感觉植物能赢的请扣一，感觉僵尸能赢的请扣二，吃瓜群众请扣666。二对僵尸，三个巨型戴夫小鬼。Warning.三对僵尸，五个无限钻石撑杆跳。你过来呀、啊！对僵尸，一个宝藏僵王、啊、我从冰原里来的，可以免疫寒冰伤害。僵尸五队，超强加冈特尔。Smoke weed every day.